Hello， 各位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又可以出嚟食嘢啦，因为想拍片俾大家。今日我冇饮咖啡，饮一杯柠水，同埋有一个沙律，睇下靓唔靓先。得啦，系啊，好衬我后边个红色嘅背景啊，因为仲有啲嘢同大家分享下。星期一代表仲有5日就系4月23号啦。星期六黄昏10分咧，会有特别套餐嘅头盘不公开直播。到时咧会直播现场准备嘅过程俾大家睇，跟住晚上9点咧就有特别直播第四科啦，会喺 YouTube 同埋快手同步直播。咁我可能都会喺同一时间咧开埋 FB 直播，系啊，星期日。即是4月24号晚咧，特别套餐加码嘅咖啡或者茶咧，都会有一场不公开嘅直播。我会同大家分享我对未来嘅特别直播有咩谂法，系啦。咁丰富嘅套餐，你哋真系舍得唔选择咩？有赞助问题嘅朋友咧，可以电邮或者 WhatsApp 我，我哋联络啦，系啦。我会准备好用最佳状态在4月23号为大家演出。今个周末有特别套餐，大家可以吃多啲，饮多啲啦。咁呢几日你哋就饮下口啦，食少几日，夜晚早啲瞓，养足精神睇我嘅特别直播第四波。咁我哋就4月23号咧，星期六见啦，多谢。好啦好啦，我们说完了广东话，现在要说一次国语啦。星期一来了，代表还有5天就是4月23日了。周六的黄昏时分呢，会有特别套餐的头盘不公开直播。到时候会直播现场准备过程给大家收看。然后就是晚上9点的特别直播，第四波直播。会在 YouTube还有快手同步直播，我可能还会同一时间开 FB 啊 Facebook 的直播啊，这个在有待于商讨。那么周日呢，4月24日晚上，特别套餐加码的咖啡或者茶也会有一场不公开的直播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对未来的直播有什么想法。这么丰富的套餐，你们真的舍得不选择吗？有赞助意向的朋友可以电邮或者 WhatsApp 跟我们联络，谢谢。我会准备好用最佳的状态在4月23日为大家演出。这个周末呢也有特别套餐，大家可以大吃大喝呀。那么这几天你们就忍一下口，节食几天，晚上早点睡，养足精神啊！来看我的特别直播第四波。那么我们就4月23日周六见啦，谢谢。多谢你对我的绝情，让我学会了死心，任眼泪随风飘零，让一切如影随形。管他说。